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香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植物啊？这种植物，然后奶奶现在把它弄出来，要给它做成这种搓麻绳啊，要做麻绳，到时候要做扫把用的。我以前在很小很小的时候看过我们村里有人就是种过这种植物，然后用来搓绳子，但是至今为止应该也有差不多二三十年没见过了。奶奶闲不住，就是在家里啊，除了就是念念阿弥陀佛，然后就会种一点这种植物，然后来做成这个扫把。一把的话可以卖到五块钱。5块钱、10块钱，像薄皮的话就3块钱。哦，有的时候3块钱一把。哇，他的肥呀！奶奶拿着去。奶奶说那个扫把要晒一下，这是去年做的，还没有卖完，放这里，等我一会儿就有太阳了。还剩这么几把，里面还有几把长的，我也抱出来。像这种的话，它烧院子比较好啊。我用手指试了一下呀，不用这个工具，这个绳子外面这个皮压根就搞不开来。奶奶做的这个扫把呀，就是质量特别好，就是村里好多人都会来找奶奶买这个扫把，然后买回去扫。是的。上次还有个人跑到我们家里来这说要扫把是吧？香香，你还会搓麻绳啊？会呀、我只是说搓的没有奶奶的漂亮，但是我以前也搓过呀，是不是？把奶奶搓的给我看一下，看哪个好漂亮些。给你奶奶搓的漂亮些不？你看这个是奶奶搓的这个麻绳，搓好了，可以直接就是用来捆那个扫把了。然后这就是晒干的这个绳子，就这样一根一根接上去搓，看我搓的毛毛糙糙还是更多一点呢，是吧？但是也搓好了能用。这麻绳很耐用啊，感觉。怎么扯都扯不断哦，好硬好硬，拉不动。我本来想顺着奶奶这一卷搓下去的，但是奶奶是用右手搓的，我是个左撇子，硬是接不上去，我只能说是重新再起头了。